ばあちゃん、着いたよ。はい、自分でできます。然后说他是新的交换学生，好像来个学期吧。哎，我叫沈爱媛，你可以叫我小爱。我叫戴斯思淼，戴斯思淼，那我就叫你淼淼了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我在找一家店，是一家糕饼店，在这附近。你很喜欢吃糕饼哦，那你会做吗？会一点。我决定了，我们去参加蛋糕比赛吧。哎，淼淼，那个最棒了。好恐怖，我不敢看。为什么？这是鸡脚，哎呦，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啊。小爱，拜托你拿走啦。好啦，鸡脚没有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讲一句云，为什么要怕鸡脚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昨天之后还有去逛什么吗？我有逛一家 CD 店，我听到他们放的音乐是小时候奶奶教我们唱的歌。我本来想要问那个老板，可是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。心情不好？他看起来好像有心事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专门替别人解决心事。不然这样，我放学陪你去，一定帮你问他那首歌。真的吗？嗯。我想要问一张 CD， 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怎么办啊？叫陈飞。陈飞，飞起来的飞啊。小爱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蛋糕啊？你不觉得蛋糕吃起来会给人家一种很甜蜜的感觉吗？等到了20岁，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吧？那你要不要干脆趁着这一次，做一些在家里不能做的事情？美好的日子已经消失了，那些人只能收集过去的影子。也可能他们正在为将来努力。你手好暖哦。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跟我最好的朋友在这边看夜景，然后一起睡觉。你的大耳机啊，你都在听什么？什么都没听，只是不想听见音乐。你开唱片行，可是你不想听见音乐。你这里有一张唱片，叫 Get Together 吗？小飞，小飞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，可是你要走出来啊，一个人关在这里不对嘛。喂，戴斯思淼，我要跟你说悠悠老板的天大秘密，快 call 我啦。喂，戴斯思淼，你怎么今天翘课啊？快接我电话啦。告诉我吗？拜托啦。你求我啊，求我来告诉你。老子就是不走，怎么样？你也不走啊，你一直留在小贝离开的那一天。我们好像每天都活在梦里，张开眼睛是梦，闭上眼睛也是梦。你可不可以帮我约他？你要约他干嘛？老板，有没有想约你？如果没有大气层的搅动，星星只是平凡的光点。你跟人家又没有很熟，干嘛那么喜欢他？保持远远的距离看他，会比较美喽。
干嘛整理东西啊？你在大扫除。要收了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撑不下去了。真的要走了。你要搬去哪里啊？你干嘛说走就走？你不要跟个小老头一样好不好？你干嘛啊？看不到他的样子了吗？你已经忘了他的样子了吗？因为变得很快乐，很快乐。你回去就回去，头发干嘛剪那么短、啊？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么快啊？下车。